你好，你什么名字啊？我的名字叫达鲁尼。你今年几多岁啊？30岁。你结婚了没有啊？有结婚了。你有没有小孩子啊？没有小孩。没有啊？你在台湾工作多久啊？3年。你在台湾，你照顾多少人啊？老板，系啊，老板屋企有多少人啊？有两个人，有阿公阿嫲，阿嫲跟阿公，阿嫲跟阿公，有没有先生太太啊？没有啊。阿公阿嫲他们有多大呀？他们几多岁呀？阿公70岁，阿嫲63岁。阿公阿嫲他们可不可以走路啊？阿嫲中风。哦，阿嫲中风。你怎么样照顾阿嫲啊？照顾阿嫲，抱阿嫲，帮吃碗跟碗吃。哈哈。有炒蛋。你有没有用轮椅啊？有推轮椅，换尿链包，换尿瓶，系啊。你有没有同他冲凉啊？有啊。洗澡。哦，你可以照顾老人家。你有动不动煮菜啊？会啦。你会煮菜。系，你会煮什么东西啊？有汤，煮饭。哈哈。煮肉。哎，你在台湾你有煮菜？对，有菜哟。好不好吃啊？好吃吗？好吃啊。你是不是你在新加坡你都工作过啊？ 我在新加坡7个月。7个月。你照顾什么人啊？一样照顾阿妈失掉，因为阿妈失掉，我会嫁在印尼。哦，明白。好，在香港见，拜拜。好，谢谢你。好。